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开15分钟的电台，让我醒个瞌睡，让我醒个瞌睡，就开15分钟，开完15分钟我就爬起来练舞了。这么快就睡醒了，因为我定了闹钟呀。我本来定的7点钟的闹钟，但是刚才那个闹钟被我摁掉了。再睡一会儿，不睡了，不睡了，再睡，等一下，晚上睡不着，明天还要去公演。对了，我就是给大家说一下，那个扎心和姚伟的爱不上了，因为我扒错了，我挖错位置了。不对，也不能说是我扒错了，是老师给的视频和站位图对不上，我扒错了，气死我了！今天下午去跟大家排练的时候，然后刚好就是进度拉到扎心了，我说我能上了，然后我就准备上，结果我发现我站的那个位置有人，我就懵了，然后后面。跟老师对了一下站位，发现就是之前给的那个练习室的视频，因为前面缺人，所以他们补了位置的，所以我学的是错的。老师就说这次上不了了，上这周的那两首歌上不了了，只能上后面的三，就是上双面偶像，然后那个。合理失控后面那三首歌，然后还有换，我等一下还要去学换，因为今天下午前面他们都是学过的，所以过得很快，我还是很懵那一首歌。不是只，那怎么可能啊？然后老师说，他说他可能为了安慰我吧，他说那你下次再来吧，下次学完了直接就能上。我说好的好的，谢谢从来套路的人先送的巧克力，谢谢带头龙送的奶茶，谢谢拜托啦和我去冒险吧送的奶茶。他可能也是为了安慰我，他说你下次把它改过来就能上，我下次应该。就是说，应该意思就是说，下次如果还缺这个位置的话，我就不用跟别人争了，应该就能直接上。明天上得了呀，上得了，只是说少上两首歌，因为那个教研视频里面的那两首歌是同一天录的，所以说就是那两首歌都是别人补了位的，我扒的都是错的，后面三首歌没扒错。谢谢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送的奶茶。一共上5首歌，对，一共上5首歌，上双偶，然后后面3首加一首换。好啦好啦，记到啦。对呀，给你们说一声嘛，本来之前说的是那两首也要上。好困了，困醒了。再睡一会儿，我不睡了。我把电台开着，就是以防咱们又睡着了。顺便给你们说一下，开会电台。一放我睡着，然后等瞌睡醒一点了，我就去了。难怪吃饱了，是这跟吃饱了有什么关系啊？电台睡着不能截图是吧？什么鬼呀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明天有久违的早上好吗？我不知道耶，看他几点发车吧。不知道明天几点钟发车，我希望他晚一点发，晚点发车吧。我就估计我今晚又要练到很晚，晚点发车比较好。扒错的那两首，
那两首是八错的，是因为它前面缺人，然后那个视频里面的大家都是补了位置的，然后就是那个人他前面的那个位置和站位图的对不上，但是我就是认着那个人去扒的，好像我也不知道那个前辈是跳几号位的，反正就是错了，跟人家撞了。坐席还是卡塔尔，不知道耶。但是明天不是公演挺多的嘛，感觉前辈们他们好像就是很多前辈都是待议呀，感觉他们可能会早点走，因为他们要上之前的两场。对呀，明天三场公演呢，不行，我要坐起来。真的好困呀，为什么这么困呀？现在，开会开什么会？就是你就是说少上两首歌，两首歌不上了，直接联合互对，真的就是互相代言，因为吃饱了，其他都上。不，也前面几首歌也不上呀，前面几首歌没学嘛，就是说，就是从就上双偶、合理失控、重力，然后 Weekend，然后换，对，这五首。粉丝大会，还以为我怕你们要是到时候没有看到说，咦？怎么没有看到王雨辰嘞？他不是说他要上吗？双偶是黑衣服的，对，这是阳间直播。对，扎心和遥远的爱没啦，因为扒错啦，没啦没啦。MC 不知道耶。啊、哦，对哈，那两首歌是接的 MC 耶，那两首歌不上不会 MC 也上不了了吧？双偶对的，我对的是鲁靖前辈，可能在后台吃炸馒头。什么呀？可以给我介绍？不知道呀，我不知道。谢谢鲨鱼奶奶酱送的巧克力。MC 有的是吗？嗨。我最开始还以为是我自己学错了，我看到我那个位置有人，然后那个位置不是对着跳嘛，我跳着跳着我就退下了，因为我觉得算了，万一跟人家撞到呢，感觉有点不对劲，我就去给老师说，老师我学错人了。他说啊，他说你学错人了，他说那你咋办？然后我在旁边研究了半天，我发现我没有学错，我说我就是跳这个人的。然后老师说好，那你等会儿。学了几号位？学的14号位呀。然后后面就发现是那个视频有问题。当时可尴尬了，当时就是本来我都上了，我还在那准备呢，结果大家就连那些前辈们，他们都这么盯着我，我跳着跳着我就退下了，他们都一脸懵的把我看着，然后可丢人了。然后他们还来问，他说他是学错了吗？然后后面他们就突然想起了那个事情，然后他们就给老师说了。谢谢徐心丽的春风的奶茶，可丢人了，真的好丢人呀！哼。对呀，这张背景图是我自己截的。起来，喝口可乐。感觉要睡着了，没有，我坐起来了。我现在感觉稍微好一点点了。
不睡了，不睡了，困着就直摇头，没有吧？醒一醒，好，我醒一醒，7:30，7:30我就去。咱们是一个很守时的人，7:30我就去。谢谢从来套路的人心送的玫瑰花，谢谢水星的魔女送的玫瑰花，我还要去扒下周的奖励舞台呢。就是说，我不太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把奖励舞台全部都堆到下周，一次性表演完，感觉太赶了，真的太赶了。谢谢塔夫君送的荧光棒。对呀，我感就是说他这么搞得咱们就是很担心质量问题呀。等明天带一完，我就好好搞下周的奖励舞台。谢谢波太送的蹦迪，这周奖励也是下周表演吗？哦，对，是的，是的，也是下周。4场，下周相当于4个奖励舞台。哦，我还要去服装部选衣服，我想起来了。好，我想起来了。下周几场公演？下周应该是有2场吧，然后1场跳2个。估计是怕形势再变，真的有可能。你别说，我本来真的一点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堆在一起的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真的有可能是这个原因。不跳了，怎么可能不跳了？每一首都是我自己选的，我还挺喜欢的歌嘞。下周手牵手，不知道，等我也不知道，还没说。终于能看公演了，心软那3首 solo， 对呀，大家都很难。救命啊！我希望他后天空气能，就是天气能暖和一点，咱们想穿我买的裙子。那会换掉原来的 unit？ 不会吧？不是吧？我不知道耶。他说，星期3、星期4的表演1、2期的，星期5、星期天的表演3、4期的，我不懂是什么意思。别能不会，我等他，如果他暖和一点我就穿，因为那天有小综艺，还有云，那呸，还有那个线下的什么什么。有可能遗憾小综艺，唉，下周好充实。我这周也已经过得很充实了，这周还挺充实的。好了，最后1分钟，请不瞌睡。谢谢浪王送的奶茶。对呀，我也在等官宣嘛，因为我也不清楚他那个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，没有看懂。而且他说不定也会有变化。快去睡觉吧。不是明天的小综艺，后天的小综艺。喝温水，不该喝冰水，清醒一下吧。3天也没有学一套了，差前面四首还是3首就是一套了。洗个脸，好，我现在去。好了，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就是没有听到的大家都互相通知一下哈，互相通知一下，那2首歌不上了，大家互相通知一下。
拜拜。